孟云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有一阵子了吧。以前我们没有走下去，其实也不是谁的错，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错位了，所以才越走越远。林佳，我爱你。我经常在想，应该和你再来见一次。可能是因为我们没好好说过再见。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成熟，应该多退让一点。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那么做。今天就当是我们好好的说一声再见。再见，孟云。再见。